大型で強い台風3号はフィリピンの東にあって、1時間におよそ15キロの速さで北へ進んでいます。随着凯米的一路向北前进呢，日本石垣岛也开始出现不小的风浪，海岸边浪花一波接一波打上来，不少渔船在前一天已经先进港上岸，而离岛船班则是在周二下午起陆续取消了。至于飞航方面，石垣岛国内航线也都停飞，估计从明天到后天，包含石垣岛在内的仙岛、诸岛会有强烈暴风，气象单位呼吁冲绳居民一定要做好防台的准备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